用 Panasonic MyChef 多功能蒸汽焗炉整蛋糕就梗系冇问题啦。今次我会做一个西梅干果蛋糕，利用咗干果嘅天然甜味，咁就唔使落咁多糖，而且西梅对肠道健康又好，妈妈可以 keep fit 之余，小朋友都可以吸收多啲纤维啦。将冇核嘅西梅、希腊乳酪、鲜橙汁同埋 vanilla 香油用搅拌机打成酱，将朱古力粉、盐、泡打粉、梳打粉同低筋面粉捞匀，一齐过筛。牛油同黄糖就用打蛋器低速打到软身。逐少加入雞蛋，打匀，加入已经筛好咗嘅面粉，再捞匀，加入西梅酱同埋干果，捞匀之后就成为蛋糕糊噶啦。喺个蛋糕模度搽啲牛油，再倒入蛋糕糊。选择 MyChef 自动食谱44的蛋糕模式，按设定，选择份量一个，那就开始预热了。预热完成之后，将蛋糕放入焗炉的下层，按开始，焗大约40分钟就可以了。Sonic.